大家好 ，TDWG， 我是 Sky。今天我们重金聆听了这位妈果来，让他说一下话。Hello， 我是佐藤麻优。哎，麻优是我的好朋友哦。那今天透过这个机会，来到我们新的这个工作室，那拍这个影片给大家看。那这是我们的新企划 Q&A 环节。那我相信，不但只有我很好奇，一定有很多麻优的粉丝会好奇这个问题，那就是。麻优为什么要叫佐藤麻优呢？因为我想要让更多男生去 follow 我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就很像，你们所藏在低潮里面的。我懂，我懂，一定是某个岛国日开头的哦，那个某个国家。其实我一开始认为你会不会是日本人的混血了？也是有这样子的人来问我说，你会讲日语吗？或什么？就是。其实我都不会，只是我故意取这个名字，想说让人家去注目这个名字，那才会再注目到我。对啊，我没有想这么多，我想说是不是跟日本女友有什么关系之类的？故意的，故意的。现在是早上，没有，没有哦。是早上，大家不要这么早就色色啊，知道吗？不可以色色哦。想继续观看影片后续，请加入 TDWG 的会员频道。我是 Sky， 我们下一集见。